哦，一只一只一只，成功击溃一只，再来再来，他的链杆杆有拿吼？没有掉，没掉，没料。可以猜啊？找这吗？其实去找到他的那个啦，正外砖啊。嗯。哦，有箱子。精彩，有一个、啊、金剑的，看你要不要？死路，好、哦，金剑，找到那个啊，他的生怪砖最好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还少一个任务啊？没有吧？那、欸、你第五个任务是什么？击溃击溃那个凋零怪一只，刚刚又击了，可以吧？并没有好吗？这里有凋零哦，这里有凋零哦。我先把你卡苦工干掉。那不然你打个十只嘛？十只什么？凋零怪啊！不要啦，他就没有很难的哟、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是不是要被烧死啦？是哦。啊、你吃吃吃，你们食物。有吃起来。啊、那炼神是你的，我不能帮你打。等一下，我先回一下血。没有啊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他已经倒四次了，他已经倒四次了，全套都没了，他就剩副手，所以你真的你补完血再打，你再倒下去真的就打不了了。那你还有没有铁？我的那个木那个要没了，盾牌。最后一块铁，最后的最后。好，来来来。那你把你的盾牌上交。好，这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了。好好，拜托了，我给你改洗吗？哇，还有一半。OK， 我先回满血。全新大挑战，不是？那看起来没十只。对啊，人家凋零骷髅，不要叫人家凋零怪。管他妈妈是谁哦，那个不没礼貌，妈妈看到人就直接打了。就善用盾牌，或者是叠一下，有没有？他就被困住了。他两格半的高度啦，你甚至叠上面的都可以，就你走过他走不过的都可以。哇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全世界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真假的？麦块老手，老在哪？年纪而已，本事没有老。那是肯定的。吃饱走人了啦。真的要年纪的。大叔了，好，走吧。好多金装哦。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，我来了。去吧。哎，第二只是吧？第二只哦，摔一波、哦。也是没链杆。哎，这里还有更下面的。这里就这条，这条。哎，有那个怪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十只，十只。十只会太多啦。还好啦，这里很多。你刚好又打了一只，好不好？也算你一只，这第二只。好啦，用这种方式可以啦，对不对？就很简单，下面往下走。哦，这没路，没料。所以现在二一二二二二哦。我们应该是能够找到炼神的神怪砖。这里好像都还没走过。哦，神怪砖找到了。这边，神怪砖。这是什么的？炼神啊，这里只有炼神的。哎、OK ，你血量自己小心哦。我先回一下。补个。先挡一下旁边吧。有，这过不来啊！我帮你看一下旁边有没有，我帮你引怪。对，没有。如果有那个凋零怪，有没有？我帮你引过来。谢谢。然后就帮你铺好。嗯，你就可以轻松打哦，够了吧？够够够够够，太好了！
爱死你了！哇，我现在不打，是不是等下越积越多啊？天哪、啊，是不是要插火把才不会生？对啊，啊，可是你要打他们啊！哦，然后他可不要生这么多。哎，其实一开始会很多那个啊，凋零骷髅，后来就反而会不好找了。 什么嘞？哎、欸，好多只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打不赢了。哎、欸，你烧起来了，我也烧了，我也烧了。打不赢了，打不赢了，太多只了，先退吗？先退他，等他们少一点吗？四只，现在有四只。对啊，先退吧，不行啊。咻咻咻咻咻！还是你有弓箭？ 是有弓箭啦！哦，对了，不行啊，算了算了，规则照规则来，走吧，那我们厉害一点。但是，我可以给你一点啊。可是你打完它，你要去捡。捡什么？就是练杆杆，我们需要练杆杆。哦。你要吗？你用弓吗？嗯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。给你30个箭矢，让你玩。 我先把这个给你，毁掉。2组就够了。瞄准，咻咻咻！记得捡哦。 与火共舞，哎呦，哇，是接到上面来了，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构造。打了几只？不知道哎，没算。哎、啊，你不算，刚有4只，哦，又升了一点。 多少可以抑制他一点吧？记错了。哎、欸，没箭矢，哭了。哎<笑>、欸，没关系，清过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能挡，<唉>你不能挡。他这身很残血。啊！你活下来了，有有有，你有吸到一些箭矢吧？5只，然后我还是只有一个烈焰杆哎，但是我应该杀了7、8只了吧？ 那你可以射他，然后剩你这个剩下他第8只右边的哦，左边的是新生的，啊不要倒哦。有了，先8只，然后刚左边那只也死了，9只，然后没箭矢了。9只，9只，那剩一只，剩一只，对决，对决。 对决最后一只哦，烈焰杆杆、，yes， 2根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太好了，啊，哦，我3根，可以可以，嗯，啊哈，还有凋零呢，感觉有点意志，它都只剩一只而已，没用，差凋零哦，对哦，还有凋零呢。 凋零加努力的找了，没有，这里跟你讲都走过了，这几条全都没料。我还有一个最恐怖的东西，那就是我要没食物了。我也差不多要没了。然后我的金箭只剩一半。<笑>你为什么不做个实践？实践还比金箭好用。是吧。<笑> 这边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这有2只，我这有2只，2只。
凋零，凋零，凋零，凋零。我在楼上走着走着就遇到了，刚刚那里。小，你走一下，你走一下，自己要铺好，小心欸。刚刚那里，就我顺着路走一下就走到了。哦，看到了，不是。哎，你铺一下就好了，赢一下就好了。铺两个哦。这样你过不了啊，过你可以过，对对对，你下面的可以拆掉。哎，可以打可以打，安全的啦。你就不用再暴击了哦。是勒？为什么没有暴击有差是不是？啊，没有，你怕你打不到啊。哎，你自己小心哦，三只三只，第四只，加油，看看有没有头颅。头颅。头颅可以抵十只吗？啊，可以，好吧。头颅，没碳了，没料了，弓还我啊，免得等一下不见了。我们的一把好弓，嗯，四只四只，继续找，继续找。猎人感慨有那么难吗？我这边就四只了。但我好像说这种十字路口最容易生。就可以来回走走绕绕，加油！加油！剩十五分钟，还有没有办法？加油！剩六只，应该是刚刚那个吧？嗯，重点是这里居然没有一个连到外面的路，所以就变得很小。哎哎哎！一堆猎人神啊！哇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一点点连到外，但也不是很多，没料。哎，猎人神啊，哥，你行力啦？我没行啊，我快死啦！你满血啊？不是啊，我没有那个食物，也没有那个啊。我看枯骨弓箭手跟他打、啊。哎，安，外面那个、欸、牛取森林安德很多、欸，你要不要转换打安德？安利安德。但是我没有船啊，要船干嘛啦？打安德啊！哇你哇哇哇哇哇哇！很多只呢、啊，有一个枯弓，为什么？野生的，野生的。哇！你怎么让他射到了枯弓而已？哎呦，又有一只凋零，又有一只凋零。我靠！他只是个枯弓而已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我快死了、欸，而且我没有食物可以补血，我只剩一个面包，我的凋零凋零，第五只了，第五只了，你可以的，不是我后面还有猎人神哦，哎呦剑没了，就叫你做十字人就不做，啊没了，我给你这一个牛排，猪排这猪排，那你不做石头，哎我现在做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哎、欸，合成台完了，我的合成哦，没事，我那个木材可以做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合成台我忘放了。对啊，有人说猎人神升怪砖亮度11就不会升，所以你插一堆它就会减少。好，来了，火把我记得亮度好像12。哎、欸，十四死了！哎、欸，后面还有一只，哎呦，五只喽，是不是？欸、come on 第六只，第六只，头颅啦，头颅直接抵全部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哎、啊，没料，没料，这是第六只，对不对？第六只，第六只，再四只，泽平的讨伐时间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一只，哪里？上面有。你那边有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先走上去，就顺着路走过来啊。你呢？你呢？为什么我们可以走着走着、啊、你就找跟丢了？后面还有、啊、那个烈焰史莱姆，那不用管他、啊，来这边右边你自己去找。我刚刚帮你铺好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这边啊。对，我把旁边枯弓给干掉。喂！我的吧，那第七只哈，对，头颅，
哇，给我一把实剑，谢谢。任务都变得那么简单，以后讨伐任务顶多一个，让你白嫖两个任务。谢谢谢谢，太感谢了你们。其实精力很多呢。啊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又一个神怪砖炼的，刚刚的吧，有活。